应该只有50克。纯牛奶是50克，50毫升，微波到我整50克得了。油是50克，橄榄油吧。就这么点东西就完事了。Sorry，打字器没电了，我得充会儿电。趁着充电的时间，我把玩一个奥利奥的这个蛋糕，这应该说把这个里面这个奶油去掉吧，但是我就不去了，反正都是黑色的。然后加牛奶，牛奶应该是跟巧克力持平。我感觉酱也好好吃，真的好好吃，我在吃。情况牛奶放多了，哎，边上挺好的，看边上挺好的，中间牛奶有点多，牛奶再少一点，一会儿再试一下。好好吃，就是牛奶有点多。充电了，充好了。完了，对对对对，好像就除了不能这么割了，就是这么怼不行，这么割了不行，这玩意儿太累了。我对象说的对，说我不买工具吧，花100块钱能买老多蛋糕了，我要买了工具，花这几百块钱只能吃这一次。行，就这样差不多了，爱成不成功，不成功拉倒，把这个往里整点。上下翻拌好像是，都怼过这里得了。然后翻拌，还是上下怼过，不能割了。看能不能成功。然后到模具里，我这模具是活的，这样买老长时间了，我都没用。妥。然后到烤箱上170度40分钟，我去，烤多长时间？烤箱预热好了，然后放进去40分钟。我告诉你们，多半是废了。哎我去，这啥呀？这是，真恶心。反正就搞蒸烤箱就不行，就得搞专门的烤箱。哎，我想笑。哎呦我去，这是一个硬盖子，这是什么？我勒个去！别动！妈，蛋糕做好了，生日快乐！我去，啥也不是，散会。
我这顿饭做的能有20分钟，差不多啊。你猜一汤搞定。我告诉你们，就今天这条件不行，就这里要再搞点肉啥的啊，绝了，很揪。好吃，好吃的我都想骂你。这土豆片再切厚点才好呢，就炖的稍微有点嫩乎的，最好吃了。妈呀，太好吃了，再来一个。